好好好，原来你们厨子都是这种实力吗？今天粉丝说让我看看他的青海。青海？让我瞅瞅怎么个事儿。满蜜青海，普提玉龙，暴击24，爆伤145。啊，我记得青海是不暴击啊，看看摄影物。不是哥们，你摄影物都是自选的吗？一点不歪啊。不是我说，见过星海奶头20000的，还没见过平 A 一下40000的。学医救不了海西岛是吧？这伤害怎么感觉服服也不简单？哦，还是个满命服服。你满命服服不会专门为了星海抽的吧？六。扎不懒，豆子扎不懒，我也想要一只锤不烂的东西呀，可就是抽不到呀。有大家的兄弟俩，我操！十二点了。只需一个操作，就能让我们的新号脱胎换骨？我不信。啊？啊！在！哦，终于！哦，雷电将军！哇塞，还有纳西达！哎，赛诺，赛诺还有命座，给他点了。班尼冒险团出发了！班尼特也有命座，也点了。哦。无敌是多梦，活过寂寞。啊？哦！无敌是多梦，活过寂寞。无敌是多梦。一个仙灵给8个宝箱，外加1个成就，能给这么多？我不信。跟着大佬来到青海湾废船这里，机关指针2相对，就可以解锁洞口和一金质宝箱。进来后找到仙灵，拿到一个普通宝箱，一路跟着仙灵，还是刚才的机关，解锁一金质宝箱。之后跟着仙灵来到下一层，遇到木板挡着进不去，需要踩机关，原理就是雷灵看。解锁洞口，拿一金质宝箱，再下一层，同样是解锁雷灵看，拿一珍贵宝箱，再来旁边坑里拿一普通宝箱加木门钥匙进去，解锁机关，拿到船长戴维琼斯的宝藏。跟着仙灵来到他家，又拿一普通宝箱，这哪是仙灵啊，这明明是我灵格。大佬说要带我去长长见识，我马上都快50了，什么没见过。
原来是这样，缇娜里和赛诺非得跟着柯莱的原因找到了。那赛诺呢？护送柯莱。借口，这个真的是借口。宝箱竟然还能跟我躲猫猫，难道宝箱长了腿？我不信。跟着大佬来到飞木村左边的小岛，围绕石柱转一圈，竟然出来一个华丽的宝箱。来到神鹰大树旁，然后从右边跳下去，在半山腰的位置有个很调皮的宝箱，只要靠近它就会消失。正确的拿法是爬到山上，背后偷袭。偷袭！这下逮到你了吧？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来到踏背箱下方锚点，这里有个华丽的宝箱，只要靠近它就会把自己锁起来。还是跟刚才一样，绕到背后让他看不见，然后偷袭。来到风海锚点右边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个丘丘人一直盯着屋里，原来是有个原子方杯藏在里面，激活收到一个精致宝箱。最后来到道基城右边的小岛，通过缇娜里的寻宝剑挖到了藏在地里的宝箱，往上走还能挖一个。这些宝箱藏得够深啊，我就不信就我没拿。耶、yeah, 终于45级了，可以刷圣衣物了。 Nope， 打不过，一个秘境有什么难的？我不信。我记仇。高等元素论，普通破遁学，伤害重去论。以普遍理性而论，痛苦号速通满心深渊第一天。痛みを感じろ。痛みを考えろ。痛みを知れ。新羅天。按照大佬的说法，痛苦号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源的不合理利用，切勿雨露均沾，生一堆不用的角色，这是长草期才会做的事。前期一个角色80升90，耗费资源约等于从1级到70级的总和，大部分玩家都会觉得不如拿这些体力去刷圣遗物，提升会更巨大。其实不然，升90带来的提升是稳定的，而圣遗物不仅不稳定，还可能让你心态爆炸。 Nope Nope。况且有些角色升90提升非常大，比如九七刃和夜兰等，夜兰的提升相当于一个极品圣遗物，加上原神还有等级压制机制，怪物等级大于角色等级，怪物会有一定的免伤，而且打你会更疼，所以战场主 C 和巨变反应角色的等级一定要拉满，其余的资源优先武器等级，武器的白值一定要吃满，其次是天赋，最后是圣遗物。学好资源规划，痛苦号不怕不怕。语线难画。迪西亚突破材料2分钟57个，快速采集路线。首先来到巨人峡谷，左边锚点，视角向右，来到地面地区，开启元素视野，就可以找到8个沙之勇，用草绳可以快速采集。来到三运河之地，右边锚点，视角向右，飞到对面，落地石头旁有2个。对面沙堆有3个，来到折颈谷，右边锚点，视角向后，爬山，爬上来后往远处枯树方向去，有2个，右边远处枯树还有3个，拿完就跑。我们接着来到王者之城秘境，视角向右，一直走，有个坑，跳进去，里面开着元素视野找，有9个。找完回到刚才的秘境，这次路过巨坑而不入，往前走，左转，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
在路两旁开着元素视野，可以收集11个。最后来到沙虫下方锚点，先沿着洞口走，有7个，还能顺便逮3个金蝶。然后回到刚才锚点，往坑里跳，来到长着枯枝的石头这儿，有3个。沿着沙虫的地盘转一圈，有9个。下版本迪西亚进常驻，早晚都会拥有它，备好材料必不可少。